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准备选基隆市长。认真的吗？很认真。许孝顺被公选基隆市长，吴宗宪三总统摆明 A 钱。基隆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大都市包围的一个小城市，所以很多好朋友就出来讲说：“去哪里才算？”哎呀，这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了，但经费怎么来呢？像于大哥这样的辛苦，他也辛苦啊，辛苦。卖五栋房，赔了五栋房子。所以我那个朋友来告诉我说你不用烦恼的时候，我就很眼睛瞪他，麻烦你写个契约，不要让我有一天真的到庙口去卖香了。哎，说到选举，综艺天王吴宗宪也跃跃欲试。6月1号支持吴沈佩。吴沈佩就是吴宗宪跟陈玉玲吗？不，陈文涵。爆赚！我刚刚 FB 就200多万。玉林大概草收有80-100万，我们两个草收拿400万票，我们是算补助的钱嘛，我们没有在考虑有没有选上。是算 A 钱就对。黑掉一一票30元补助款计算，宪哥预计捞走1亿2000万呐、啊！这如意算盘打得这么好，你有问过当事人的意见吗？说，可是宪哥遇我的状况，我是不宜主动表态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接受被动征召。对，那可是如果你这样真的去选，会打到韩国瑜。嗯哼，这样好吗？那就对啦，所以宪哥说是玩笑话。一场梦，是不是一场梦？不可能的啦。越动新闻，万事俱备，只差妈祖托梦了不倒。收看苹果新闻网健康频道，疾病远离你和我。